今天我是来卖杯子的啊，我不是来卖饮料的。有没有跟我同频的姐妹觉得这个杯子特别好看？它这个啊是那种特别特别厚实的加厚的玻璃的。你听这个敦实的声音，上边是这种小锤纹的，下边是这种你看透明的啊，就特别有质感。咱平时去那种西餐厅也会比较高档的地方，都会用这种比较简洁款的，没有那种花里胡哨的。咱这个又厚实又好看，9.9元，现在给咱们发两个啊，之前是真的给发一个的啊，小雪一点也不扒瞎，现在是9.9元两个给咱包邮到家。就这个小杯子，咱们喝点咖啡、牛奶、饮料，然后咱们喝点那个鸡尾酒、啤酒，这个大小刚刚好，而且它这个款式我觉得也真的特别适合，我真的觉得这个杯子超级好看，姐妹们，9.9元俩可是真的很合适。咱们平时要去便利店或者哪儿的，是不是那种饰品店、那种小礼品店，这一个的话差不多都得10几元了啊、哦！这是真真的，它这个质感呀，就是可圆润了，你拿到手了你就能感受到，它真的不像9.9元两个的东西，特别好，特别有品质。它这种你看，有点像这种小高脚杯似的，半高脚杯似的，底下这种细的，上面是这种宽头的，就可好看了。我觉得，尤其是你喝点饮料、喝点鸡尾酒、喝点咖啡、喝牛奶，就这小杯子大小刚刚好，它是280毫升的一个容量，不大不小，拿着很称手，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。觉得这个杯子，它好看的同时它价格也是真的便宜，咱就是把它放到厕所里边当一个刷牙的缸子，我觉得这个价格都值了，真的。咱在线下买一个塑料的差不多还得要你个5-6元呢吧，是不是？咱这个啊、哦、真的品质老好了，姐妹们，它这个都是你看底下都是这种圆圆的，没有棱没有角，瓶口的地方也那种可圆润可圆润的了啊。它的高是差不多9.2厘米左右，它这个大小我觉得是刚刚好的一个度，不大不小刚刚好，你就喝点啥就行，你就家里边老爷们爱喝点小啤酒的，喝点小白酒的，这都能使得上，主要是价格便宜，破损给咱们包赔啊，而且还给咱们上了孕险险，姐妹们喜欢的你就无情的下单就完事了啊，你一定别控制。